通过 baby 咱们一分钟记住16单词，而且还不费脑子。来看啊， baby 是婴儿， car 是小车，那么 baby car 就是婴儿车，是个合成词。 baby 婴儿， blue 是蓝色，那么 baby blue 这个合成词呢叫淡蓝色啊。淡蓝色还有另外一个说法，留言区可以告诉我。 blue 是蓝色， print 是印刷啊，还有印记的含义，那么 blueprint 就是蓝图和设计图了。好， book 是书，而 shop 是商店，那 bookshop 就是书店啊，也可以说成 bookstore。 shop 商店， boy 是男孩，那么 shop boy 同学们就是伙计，这里有个爆破音的这个吞爆啊。好， boy 是男孩， friend 是朋友， boyfriend 就是男朋友，有男朋友的同学请打68。